各位神仙大德，十方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这节继续过来讲六祖坛经，六祖坛经啊。为什么呢？人问我老师啊，你又讲风水，风水就风水就好啊，为什么还佫讲佛经啊？是咪有学做了食鬼火？学做了食鬼火？哈，经啊！因为人所有的，因为人所有的经诶，就是咱每个人吼、心灵中日常生活一条路。那么风水诶，就是咱的生活环境诶，环保诶法则，生活环境环保诶法则，吼、环保诶法。那么咧，你人啊心要去修正咧，吼、要修正啊，我做卖做歹代志，爱有智慧。那是应该每个人的本分，但是呢，咱要了解咱的生活环境的环保啊，生活环境环保啊，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么环保呢，就包括风甲水啊，空气若歹，好环保就歹啊。水若袂通呢，水沟水臭烘烘，袂流通啊。所以这拢是相通的。那么风水啊，你若水沟水袂通，佛法呢，嘛甲咱开始。六祖慧能大师嘛，咧开始讲啊，你水若未通诶时，智慧就无共款，吼、所以爱各种方式入世出世，一直同时同修，就内外同修啊，就内外双修啊，啊，叫性命双修，内外双修啊，这是其中一个法门啊。即摆是社会啦，最近啦，我都有听到，即个合作咱诶信徒地主。参加修行诶，都、就是讲性命相修，性命相修咧，男女乱七八糟，吼、迄个是性命双修，吼、我都干嘛？我个只迄个干嘛叫修修什么行？吼、你男女咧搞个乱七八糟，迄个干嘛修行？你心未安嘛？迄哪有可能是去修行咧？吼、所以各位啊，你要性命双修，唔是咱所讲诶。哦，哎，男女家弟弟做一堆啊呢，啊男男做一堆才算修行诶，弄错去啊，福甲社会乱糟糟，吼、这安怎做莫诶？性命双修的啥？性甲命呢？性就是讲咱的佛性，佛性内在一慈悲心，叫做性；慈悲心叫做性。命呢，就是咱的爱实实在去了解家己去做。实际来去做，了解家己去做，迄叫做，互咱个慈悲心，会当发互咱慈悲心个工课。咱个慈悲心都有，咱个实际来去做，叫做性命双相修个，吼、莫弄唔着去啊，吼、过去啊，我嘛有咧学迄叫做了解性命双相修，结果输下滴个，有诶去性命双修了，去发现唔着个。啊，好讲讲好，恁家不出头不会吼，到尾吼，恁来忏悔恁，好、结果咧，真正无偌久咧，出头来啊，拢咧讲话听，嘿，卖讲话听，嘿，我无咧本钱好听，因为你若听了，我来气，大家想就想唔着，我无咧性命，吼、那生命甲性命，我咧安尼弄错去啊，咱来学习地理诶，性命相修，性就是大智慧为性。性者慈悲心，性者智慧呀。好，莫弄唔到呀。好，这慈悲心，这智慧，你若无慈悲心诶。谈什么性？那么呢？你慈悲心呐发出来的时啊，你也发出慈悲心，了解个万法了，你学到的，
也帮助别人的，你自卑心发出来，啊，用这智慧啊，实实在去做，那就是性命啊。好、哦，行就是行，好、哦、就是做，啊去做，好、哦，我叫做命令，我命令你做啥？命令就是去行去做，命令，命令就是行去做去做，啊、哦，所以有自卑心。啊，你都有智慧啊，有自信心，那么爱去做，实实在在嘞。啊，咱都朋友弟兄，处长啦，啊是唔对个，啊唔对，咱都简单嘞，那个瞧者，甲讲者，甲瞧者，迄叫做命，哈、啊，性命相修啊。唔是这滴啊，男女搞在一起乱七八糟，叫做性命双修啊，迄扰乱社会尔啦。哦，各位爱注意，哦，各位咱本宗门弟子啊。爱了解这个法，你才袂去做一寡做一寡业啊！假如有智的人，才袂变小人呐、啊！哈、啊，若无智慧，就变小人。哈、啊，各位，啊，提供啊，大家做参考的哈。诶、啊欸，叫善知识，哈、啊，善知识。不过，即佛是众生，一念五时，众生是佛。哈、啊，故地万法尽在自心啊，何不？将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啊！菩萨戒经文哈、啊、开始啊，我本愿自性清净啊，若是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净明经所讲的哈，即人豁然啊，哈、啊，还得本心，还得本心。哦，咱那六祖大师哦，开始所讲的法了，大家真真正邪，正讲的法，真正每一点拢见着火哈。善知识，不过咱也唔用咱的自卑心去领悟，咱唔去看自己的自卑心，哎是啊，咱也无体会、无了解，咱人就是有大智慧，无了解，咱的世间啊，贪、嗔、痴这三种毒。拢直接障碍咱的性命，拢来障碍咱的智慧，咧障碍咱金刚自性的时啊。不过，即佛是众生啊，即使你是佛啊，来出世嘛是众生咧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真济啦，有来问讲，老师，你看我什么佛来出世？我你什么佛？我嘛唔你什么佛？好、哦，你是众生凡夫咧啦。无，人讲我什么佛咧？我你是众生凡夫咧啦。吼、哦。啊！你唔滴无准，啊，就可以找啊，找别人讲哦。你我是什么回来出？伊就足欢喜啊！哎，衫都穿得较好嘞吼，好细小体贴嘞吼。啊，一家人好正正正的是，迄就是讲这個、哦，这个舒服啊嘛。好，讲伊是什么回来出事啊？这个破气啊，破气啊！真济来哦，老师，你看我本尊啥人啊？嘿，我本尊阿弥陀佛，靠靠遐大，那无，大地嘛拢阿弥陀佛，那无遐大，平顶嘛。阿弥陀佛啦，咱的慈悲心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啊，都大慈大悲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已经是大学。哦，咱的阿弥陀佛啦，自性阿弥陀佛，就是平德平直。阿弥陀佛是啥人呢？平直的心啊！咱人无爱行平路，行好路平，还佫直，行直路，唔好行弯弯翘翘啊！咱的心啊，唔通弯弯翘翘嘞，想尽办法要害人的时啊，念卡一分嘛无效。所以阿弥陀佛的平直的心嘛、啊，平直心，吼、哦，因为安尼咯，系啊。我安尼再甲讲者，伊煞希望煞无呀。日日啊，偌大吼，日日讲哦，伊就阿弥陀佛来出世吼，拢阿弥陀佛出世。我平地的心就是啊嘛，大家拢是阿弥陀佛，拢感觉阿弥陀佛来化身的，有平地的心。本来哪每人都是平地的心嘛、啊。好、哦，迄就是叫做自性啊，这就叫自性，这叫自性。好、哦，卖自性就对。好、哦、啊，我所以有诶啦。我若要来甲问讲老师，伊是啥物啥物本尊是啥个时候？啊，安尼嘞，我拢是甲你讲遐尔。
无较低，也无较减。吼，低我怕梦语，吼，我得害死伊个，害死吼，暗时袂规眠袂困去，一直想想到尾，真正阿弥陀佛来，一说说起笑。即摆一寡咧想想到起笑，就是安尼来。人讲哦，我是啥人？嘿，胡说八道啊！所以佛啊，阿弥陀佛啊，平等心啊，自性啊，那个叫做法。这叫做法啊！这叫做法。真正爱国，不过佛是众生，吼、哦，佛就是众生。为什么？咱有什么外国一寡外佛啊？爱记得我带等于西里，吼、哦，佫开始教导，惊伊伫世间呐、啊，就犯点者咧。我染着一寡歹习惯，染着歹习惯，记得佮带等于原来道场啊，道场咧，吼、哦，莫染着社会歹习惯了，带等于道场的时啊，啊，佫继续佫好，继续佫精进，继续佫精进。啊，精进完了，哦，佛佛嘞，阿弥陀佛，哦，就足欢喜诶，甲看到伊拢满灵诶咧，同款啦，我了即生，我顶生，我了比如我即，我告诉我，古几年了要转去以后，我了啊，我要搁在投胎是倒位，我即是修到在马咧动啊，伫遮尔，你较问我，我嘛知影即站么尔啦，我以后啦，搁细汉那时搁出世啊，哦，啊有发祥啦，做要做我爸爸妈妈嘛好，啊甲抱倒去，搁啊饲一饲个。啊！若无甲阿教导，嘛是凡夫尔啦，嘛众生啦，无嘛爱低头哦，吼、哦！一二三嘛爱九九乘法嘛爱低头哦，啊，咁就一定全都弄捌下咧，哦，就更加咧，哦，伊什么王来出世哦，什么冥王来出世哦，伊啥，哦，加破家拉萨啲害死嘅囡仔尔啦，咁真正啲互伊帮助伊开悟，哦，我就无开悟，几大点咯，甲看到哦，某人来出世。好、哦，你这个话都混杂神了，大家拢混的，爱弄清楚的。无教导，那无个，无好去开个嘛，是众生尔啦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相信对内底看家己慈悲心，实实在去做，慈悲心去做，咱都是混啦。好、哦，后法门啊，都后个师傅都讲，某人即摆三岁啊，这里都上来出世啊。啊！来出事的吼，吼、哦，遐地主了，都结果煞无对师傅无重要了。啊，重要迄个三岁、四岁小朋友了，重要迄个啦。啊，啥物代志煞对师傅甲等一边啊？啊，结果迄个来讲伊啥？哎呦，这吼都，敢真正迄？啊，那假使那迄是无教导伊歹习惯的是，嘛是甲众生同款，所以佛嘛是众生就对啦，佛嘛是众生。讲伊爱了解这个法，哦，了解这个原理，哈，一念五时众生顿。假使你讲我是什么佛，唔是？假使讲我是教来出世的，无要紧。我了这时阵，我了开悟觉悟到时，我就佛了嘛。一念五时众生都是佛嘛。那所以众生跟佛是平等的。佛啊，你若无悟的时啊，你就比众生同款。你若有开悟的时候，我一念的时间我就佛了嘛。所以世界都是佛，到处都是佛，到处都是佛啊，处处都是有佛啊。佛在哪里？咱的日常生活中间，哈、啊，咱就是佛。咱是妈妈，做妈妈的，囝，哦，囝生了以后嘞，囝无他食饭，啊，无牛奶食的，啊，哭哭啊了。你今日个泡一杯牛奶给小朋友吃的时啊，你就佛了嘛。那一刹那就昏了，嘿，就注意诶，慈悲心诶。啊，那拔咧，你甲看起来，那一刹那个时阵，你甲看起来，你就昏啦呢。所以各位啊，昏是伫咱身躯边。若是啊，你讲哦，我是昏，这些时阵我是昏。后一点钟啊，看到啊，一只囡仔啦，小可在哭甲骂，都甲拍，哈，你就众生啊啦，你就无哭一开头，你就众生啊啦。所以佛甲众生啊，都是咱身躯边。那一念之间，一念五者为昏。一念无我者，众生。那么咱有个老大人，我讲老阿婆啊，老医生啊，老医生啊，老菩萨啊，唉，过食无遐久啊，阿弥陀佛较过来念的。安尼咯，哦，阿弥陀佛咯，哦，较过来念阿弥陀佛。嘿，迄时阵伊就昏了，伊就开悟，哦，佛足重啊。啊，那等下讲啊，我囝咧头路做未顺啦，我念佛也无效，哈，迄阵你就众生啊啦，你唔是佛来了，你就众生啊咧。哦，所以佛啊，跟咱在咱世间呢，所以佛法在世间，佛跟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觉，
咱无害无离开世间的代志来觉悟，哈、啊，离世灭菩提啊！你若离开世间这看这物件，所做这物件咧，哪想你要找佛，哪想找土甲，都要找土阿甲，无可能找啊！啊，所以佛在世间呐、啊，就是每一个大智慧的物件拢在世间，咱爱时时爱开悟，因为一念五者，众生即佛。就是佛啦，嘿，啊，那是唔我者，佛嘛是众生啊，所以各位啊，希望咱拢时时刻刻拢做是佛做佛。唔知当时释迦牟尼佛有一个示现，伊暗时啊，日时一直做无用无用无用讲经说法，暗时啊，伊就爱静坐，看起顶世人真心，若有错误的有人偏的，哦，伊就去甲道歉甲抱歉，啊，请伊原谅我，伊饶恕嘛，吼、哦。一生一世一世一直给你反省多对，反省到后过去生生生世世业拢煞，哈哈，真正的修才真正的不退转，不退转，哈，不退转原理就是安尼，不退转，啊，就是讲咱时时诶，咱了解家己诶，所以时时发落咱慈悲心，就晓得不退转，不退转都众生。哈、啊，咱若无替咱做众生个事，咱拢是佛嘛，啊，咱都是佛。各地过来吼、哦，各地万法尽在自心啊，所有世间的法啊，拢伫咱的心里啊，咱家己的心，唔是别人的心。你免讲一定哦，别人甲证道我是什么佛，哦，你才会欢喜。免讲证道我是什么王爷来出世的，才会欢喜。即卖众生犯着寸错误的观念。因为过去啊，吼佛啊菩萨成就呢，拢是王子王子啊去放下去修行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希望讲一定世人是王子，一生就会修正果啊，他就能成佛了。胡说八道，花去王子是暂时借用假名尔，不是真正名，不是真正名。吼、哦，大家希望讲我拢是王子，哪有遐济王子呢？这人口遮济，哪有遐济王子？台湾湾啊，300多万，这2100人。哦，那我遐是王主，啊，你轮到对的时候，无量劫以后啊，才合作王主啊。那么呢，王主是啥呢？心叫做王子啊，王啊，王子面顶为天。为天为地，好、哦，这左手右手，好、哦，这脚，头脑。一心，安尼俩，好、哦、王子王家啥，好、哦、这位天嘛，这位地嘛，那么是这十字，那你叫心，心叫为王嘛，心为王嘛，以后传了咱来讲嘿，嘿个心为王，啊、哦，那么后面就吹，那耶稣同款嘛，你分明都耶稣呢，好伊阿咧定了呀。为心中，你分明都耶稣呢，好，伊阿咧定咧啊，好，卡定掉啊，耶稣卡定掉啊，啊，耶稣王定咧，左手，右手。啊、哦，头壳顶是天，啊下面地就是这环，头壳面顶天遐悬来讲嘛是这环，下面土壳插来就是这环，啊心嘛，叫人看心尔嘛，所以耶稣的话就叫人看心嘛。哦，你要对吹，哦，咱爱了解这个法的时啊，咱就袂着急。那么呢，那个尽万法尽在自心嘛，咱就是家己这个心，嘿，什么心？慈悲心。哦，慈悲心，好、啊，智慧心，智慧心，慈悲心，智慧心，就是结合到咱自心啊，哈、啊，何不将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大家呐，无爱甲咱看家己，我今仔到底是做偌济善事，哈、啊，做偌济好代志，做偌济心安的工作，哈、啊，做偌济有好好事就对。你若安尼，你就看到家己本性啊嘛！啊，
时时看检讨家己，做事做偌济，有做偌济善事，哈、啊，也是做偌济，有诶是伤天害理诶物件，诶代志，做伤天害理诶代志，咱着检讨，卖阁做，卖阁犯落，爱忏悔，重新做人嘛，对吧？安尼是啊，着会当去看到家己是啥人，一定会看到家己啥人，自证自己本性。哈、啊，菩萨界已经甲咱讲，个人开始。我本源自性清净，我本源自性，讲我本来我家己啊，都自性，我的佛心都清净，都无垃圾的嘛。我心本来就足慈悲心的啊，吼、哦，我心本来就足有智慧的啊，吼、哦，我心本来就无贪啊，无嗔啊，无痴啊，无真够生气的呀，足清净的嘛，吼、哦，都我是啥人？咱的本来佛性叫慈悲啊，我。我就是慈悲心啊，我是啥人呢？就是我，我者不是人，我非人啊！哦、不是人诶，我不是人，哈、哦，我是叫做慈悲心，哈、哦，善心，哈、哦。咱有一个良心，啊，有智慧，好、啊，咱有一个是灵魂，好、啊，咱的灵魂，啊，不是人，啊，所以我本源自性清净啊，我本来清自悲心就清净，拢无垃圾的嘛，未嘛未垃圾，自悲心拢无垃圾的嘛，哈、啊。若是自心见性，若是各位啊，咱了解自己，咱的心啊，咱的自悲心的时啊，恁的见性都看到家己啊，看到家己啥人？哦，一个安详无惊吓的家己，时时会看到家己，该成佛道，安尼是咱要修行啊，咱都我都修行，我都成佛，我都成佛。而且呢，我都会当成就佛的路，佛道成佛道，成就佛的路。该是成就佛的路，哈、哦，该成佛道。所以咱若时时诶向内底甲你看，检讨家己，我做善事有做无？啊，有做有昧良心诶无？啊，是时时检讨家己诶时啊，咱都我都看到家己啊，哈、哦，该成佛道，你会当看到佛道，会当成就这个佛的路就对，佛的路。哈、哦，净明经搁讲，啊、哦，即是哈，豁、哦、然还得本心。咱咧这，咱若时时看到家己的良心，检讨家己是有做是违背良心的无？迄是咱咧即时心就开朗去啊！迄时阵你就心开朗，哈、哦，开朗咧，你就会当等于家己的本来的境界，还得本心啊！你就会当得到家己真真正正的慈悲心，会看到家己啊！你家己是啥人？是啥物佛刹？拢免人讲，一清二楚，免人讲。哈、哦，所以免讲啊，世界要印证正道，那唔通安尼。你要去正道咧，正道咧，正到你正到魔境，正到魔啊，诶魔境，爱注意。哈、哦，若是讲今日啊，我有营业是营业的观念的事啊。恁若任何人啦，来问我老师，我是什么是什么分什么分？我桌顶写写咧吼，写写咧，恁今日来第一号诶，你着这个分；第二号诶，这个分；第三号迄个菩萨，吼，红包大大包，啊，号一个名，号一个分，着偌侪钱固定咧。安尼是毋是如果将自己啊，将自己诶落入这个无地位，无地位啊，因为又不安，所以安尼咱。咱就错去啊！嘿，再来善知识，哈、啊，我以任回想处啦，好、啊、回想处，一言一闻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，
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。各自关心，哈，各自关心，自见本性。若诸不果，熄灭大善之色，皆最上生法，得是正路。是电视是善知识有大因缘，所谓化道令得令得众众生，哈、啊，一切善法因善法，哈、啊，灵识法起故，哈、啊，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生中本自具有啊，哈、啊，不能自我需求善知识，只是空见，若自我者。不加外求，若一向即位殊他善知识，望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啊！啊，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我，若起邪迷，妄念颠倒，哈、啊，外善知识虽有教授，教究不可得，哈、啊，若起正见不择观照，一刹那间，啊，妄念寂灭。啊！若识诸心，一个即之不得啊！好、哦，哦，咱的法莲大师迄、那个慧莲大师啊，这段八节品啊，正到大智慧这品，一直甲咱开悟，一直一只只将咱的，一直甲咱斩掉，甲咱破掉，互咱会当开悟。在台南古镇，往高于善知识，那慧莲大法师已经回收出一文。啊，眼下便悟，悟者，伊并毋是讲伊慧能本人，讲伊个心，忍回修处，过去佛，吼、啊，过去成就，过去佛，现在心一佛三世诸佛，现在佛个心，吼、啊，伫过去伫佛处个时啊，忍回修处，就是讲，个师父啊，就是就是佛个所在，啊，一闻眼下便悟，就听到啊。这个讲金刚经，应无所住之心，其心的时啊，好，马上开悟，顿见真如本性，伊就开始马上，哈，看到家己啊，好，人慧能大师无读书，哈，伊安有法度，虽然咱书读较济，也无法度开悟，所以咱讲足惭愧的对。顿见真如本性，是伊将此教法流行，所以啊，慧能大师啊，将这个法啊。要来教化都教导和众生，要流行伫世间，令学道者，吼顿悟菩提，各自关心自己本性。所以六祖呢，就是讲将这个法要流传流行伫世间啊，叫咱学道的人，即摆真济咧学道修行啊，真济人，吼学道拢是外求较济，去拢外求，是今日要去对方道，明仔方道，拢求师父开始啊。我跟你讲，智慧释迦牟尼佛过来出世啊。才有法度教导你讲，你合作这里，你是道在哪里啊？安尼求啊，那无咧向内底找就好啊。外口扩张未安，我比如讲今日我找哦，我来问一贯道什么有什么点传书来讲，吼、哦、来讲哦，会当安那点传书咧，会当先得道才修行，好好道我若唔行嘛无效就对啦。啊，这道这么远，啊我着未安，无照先去做，那么马仔咧。我就后来就叫做什么大通教哦，大通教哇来求道，哎，大通教我还没娶我，嗯，我马仔后就过几工要搞配婚，我烦恼啊，但唔着配着迄个阿婆阿妹，配着迄个汽水摆卡阿妹，啊，佫袂用违背着这本意，哦，好啊，大家又烦恼啊，啊，过来咧，哎，我歹去啊，无我过来求什么多四个求，走一世人哦，袂解决啦，有啥？离不开心，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啦，伫世间一走遍六年啊，无一项哦会安心诶，心未安。尾啊咧，我多坐咧向内底检讨，我是要安在创啥？我是要安在大家就学六年所吹诶是对啊唔对？啊，即中间我是安在要修行，修行诶目的是安那？吼、哦，我是安在才会安，逐项拢未安，到尾反省了，骂家己骂自己啊，骂骂酸，心中就安了。吼吼吼！安尼算哦，开始咧，就定落啊，定落，重新检讨，反省检讨，看家己对唔对？那唔对，咱就讲回事咧，啊，那对者，咱就继续做，啊，会讲回事咧，自卑心才会回事咧，那无自卑心，未讲回事咧，可能我对，
哦，啊，咱若有慈悲心啦，咱哦认真来做，啊、哦。所以顿个法门，这法门要来学学多者，顿悟菩提，马上悟到。顿悟菩提就是悟到咱伫世间什么生存的道，顿悟菩提啊，都体会体会解脱烦恼的路的妙法。体会解脱烦恼的妙法，或者顿悟菩提，各自关心啊，和各位看家的心，检讨家己是不是善事有咧做哦，啊有咧做，咱就认真去做，哈、啊，若无咧做，咱就来甲人做，哈、啊，诶，自见本性，你尽量去做做做，做到尾你会看到家己啊，你就看到家己，诶，就顶个吼，咱南部嘉义。嘉义哈，何何宁德先生，伊会拢铺桥做路诶。啊，每一礼拜日啊，吼，一甲几啊百人坐，都去往做路，万免钱发心，有钱诶出钱，无钱诶出力。啊，其中一个阿婆老菩萨啦，九十三岁咧，我看只六七十岁尔，你阿弟咧低头行，不离开呢。人讲阿婆，恁囝要出来，无啊，我袂哦，我恁囝拢无叫我卖出来，孙仔叫卖做。这老啊，好享受啊！啥享受？贡干茶好多享受啊！吼、哦，一香干茶顶就空，那顶顶啊吼，干茶面顶顶了空就享受就贡，风顶就享受啊了对。啊，伊嘞，你要享受？我唔系啦，我咧做得较健康嘞，我足欢喜嘞。今日就希望到礼拜九，礼拜过希望过一个礼拜，生活的希望，生活在希望内底，啊。人讲你卖做啦，无啦，这做我家己的了，我家己做家己定的。哦，人讲是咪啊？阿婆你啊做是咪？你无你那要哦，你啊家己孙啊？无，我做家己定，嘿，对我家己好处，是我家己好处。足大善机在内底，足大的禅机在内底。咱年纪大，咱一家人食，对这社会，啊、哦，咱无行，无是行，没有还呐、啊。哦，咱直直做，直直做，哎，直直啊吃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么嘞，那过来嘞，咱嘞，干那无做，欠运动，欠运动，身体一定歹，筋骨开始硬，筋骨硬嘞，血路未顺，血路未顺啊，咱嘞肉直直补去，直直补去，身体一直就歹，歹就怨叹就嗨，嗨嘞，是怨叹，心肝就无力，心脏无力，无力嘞，头脑就混沌，混沌有咧熬熬念，哈，有咧熬熬念。啊，身体未健康，大家都爱就嗨，嗨来惊伊孙仔了，啊过三顿，哦，唔知有一句说，病故出不孝囝，就命讲囝不孝，吼、哦，拢无咧甲顾，啊囝孙仔爱饲，吼、哦，叫孙仔饲较好咧，孙仔爱饲，吼、哦，啊事业佫袂用放的，放的咧，后壁去惊伊孙仔后壁安怎，该死的佫死佫食嘛袂遐久啊，啊事业爱较久咧，吼、哦，惊伊孙仔囝还细汉，哈哈，他唔知啥好。哦，所以阿婆啊啦，伊讲我做事做我家己个咧，我家己好处咧，我个利益咧，吼、哦，我咧做身体足健康，肝老老足好咧。嘿，老岁仔人要来老肝机会无济，老岁仔人因为怕肉吼较少啊，皮较厚啊，啊肝要出来无简单出来咧，吼、哦，除非无简单出来咧，啊老来个会出肝，哦，这身体足用诶。所以啊，嘿，伊这个老菩萨啦。伊讲伊袂啊，我要去做到死哦，唔只做好死，莫病好死。吼、哦，伊就希望就希望嘛。西方极乐世界就希望极乐世界，希望极乐世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各位唔好去嘴下听着无？西方极乐世界足好诶，迄希望极乐世界真好。吼、哦，希望就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，咱的心。咱的慈悲心，啊，所以各自关心自己本性啊。咱爱看家己，检讨家己，咱就看到家己啊，免讲外口去看。业主不过啦，告诉咱家己啦，唔过的是啊，树灭大善之心，哈、啊，最该最上心的法者，得是这咯。咱若无法度开悟啊，哈、啊，咱爱找有智慧的大善之心，大善之心真正有修行的。足正确有读书，也是有开悟的人。你莫是你去，你要去问咧，去问神，神问无得人，问什么大师啊？你做讲咧作怪，
哦，迄条热天啊！讲恁做生咧就作怪吼，啊，所以你即摆安怎会病？吼、哦，你即做生咧作怪咧，所以你袂开锅。啊，是讲人咧甲你放虎啊，人甲你放虎啊，对，哦，虎啊在甲你创，即互你趁无钱。啊，是人甲你放虎啊咧，身体真会歹，即拢无智慧。卫生信教功德基金会。无智慧，啊！你看伊，我捌前捌在盯的是啊，去灵界看，灵界咧，足单纯的，灵界拢在做好事，灵魂界在做好事，因咧希望有机会搁出世人，拢希望有机会出世做人搁来修行，啊！所以啊，话讲为福必成其鬼啊，吼、啊，这拢无可能，心白起啊，家己红白起啊，家己咧白家己。无开悟，吼、哦，说无顶悟就对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我咧若无到悟的时啊，咱爱找大乘知识，吼、哦，找解脱咱的心，唔是对外表，哎呦，我都去安那拜哦，去安那坐禅几工哦，去创啥哦，爱穿什么衫，吼、哦，然后咧，我爱佛珠挂几粒的，爱挂什么钻石的，爱挂天眼珠的，迄只会开悟，胡说八道，忘了本心啦、啊，袂记你家己本心去啊，干那掉伫外脚。哦，这安尼唔对，安尼呢，唔是大善知识。哎呀，话了，哦，我都要收倒去，去哦，我某只泉州，哎啥，迄玻璃珠啊是水晶，你只等二十万，你等去甲你看只，一定开五，要开五多亿，你这提等肯定开五啊，无可能。迄种心以外的物件，唔是慈悲心本来有诶物件，慈悲心本来无遮拢无。哦、所以咱的慈悲心，哦，就是咱的佛性，咱的灵魂，啊，咱的佛祖就是家己心，就是佛祖，哈、哦，所以咱的心啊，咱爱找家己心，家己良心，反省家己，所以叫咱爱找大善知识，该最上乘的法，最上乘的法是啥？行，实在去做。各位啊，今日听经以后，咱啊尽量去行去做。就当时我的丈母。好、哦，啊，到了往生，不要一回往生去。啊，较早嘞，啊，伊都捌一挂青草啊，好、哦，我来讲收惊，捌一青草，啊，都白蛇草，白蛇，啊，白蛇草嘞，啊，都、就是正伊有一个囡仔生白蛇，生得头壳烂烂，药啊食无效，啊，伊去看到嘞，草中道嘞，家里安尼吼，就找伊缠伊满白蛇草，等下做药，做药破啊吼，创几碗。家己行咧，对南投永丰哪庄啊，直直行到牛门窟啊过，行足远哦。较早路无车坐，用行中道时啊，行去红木，停街旁红木，木木停在好就消了，皮骨两家全好起。我做安尼，吼、哦，我啊慢慢互你安尼，遮自卑安尼。伊讲咱若想到爱做，看到艰苦咱就爱做嘛，吼、哦，那无咱也无啥，安就好啊。哦，真感慨。真感慨，啊背到啥？啊，就我先早起，大早起啦，啊背先背蛇，啊丈母嘞，听到我先背蛇嘞，所以伊就进来去对着慢慢对我出去，向坐车去台中，啊就说说某某听啥错的，伊是教我看，我才哦，我就知捌背蛇草啊，背蛇草嘞，所以咱先入世啦，背蛇草你个老嘞，好、哦、都莫个好掉的，那我先背蛇来，我个介说说嘞，啊就某某啊。停在一定好诶，一定直直烧诶，泡疹啊，西北蛇诶物件吼，你若用西医咧，回吧你啊，内底疼三年，上少三年，含拍下笑你都未拍下笑，含笑都未笑，笑那笑多咧挂，哦，所以背蛇草啦，一项俩，哦，背蛇草免钱，俗俗啊，哦，爱车钱俩，车钱甲你坐车来，俗俗啊，啊要其他咧，佫无后遗症，哦，无后遗症咧。所以啊，各位啊，老亲戚朋友们，背蛇草嘞，那我先背蛇，吼、哦，来四二只半都有啊，吼、哦，来半都有啊，那无的背看四个半嘛有，一项高味会当救一个人，对不？啊，救一个痛苦，迄个时阵啊，我就啊，跳啊，甲你丈母诶，确实叫慈悲心，或者见性啊，看了什么见性呢？看人来世间，就在互相相帮忙，未使暗看。我若啥话，我就爱讲，唔通讲啊避掉咧，迄叫做见性啊。
咱的性就是光啊，光照出去，不管安那，你都甲照就是啊。所以大家都有见性嘛，大家都有光嘛，大家都有智慧嘛。为什么拢唱调诶，闭调咧？真可惜，吼、哦，真可惜。哎，所以咱呢，这里，大家呀、啊，吼、哦。该最上先发，就是去做直视正路，直接去行正路。各位将咱若知影，会当尽量帮忙，共帮忙，哈、哦，有能力帮忙，若无能力，有朋友伫遐哦，找斗相共。安、尼就是直视正路，唔是讲戆戆啊坐，在遐坐，唔做未开悟，干那坐唔做未开悟，真呢？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啦，伊戆戆啊坐，坐到要开悟了。紧嘞！我要转回啊！伊属于众生的啊，属于众生的，属于众生的，唔属于家己的。吼、哦，释迦牟尼佛啦，伊只属于伊只身体啊，属众生的。伊的心嘛是众生的，唔是伊家己的，家己的一定烦恼。假使今日有个人讲啊，老师啊，你来遐遐鸡婆大头病要讲遐的，因为我属众生的，不是我自己的。吼、哦，这众生的，我个属众生的，那么我就尽量用众生来说。在讲好，大家有缘来结缘，解脱就一种就烦恼了。哦，所以各位，咱拢有开悟，唔是无开悟，开悟范围宽加尔，宽加尔。若是有当咱当到真侪人，伊都讲哦，我是开悟呀。伊若讲伊开悟的人无开悟的，各位会记哩。伊若讲伊开悟，这个人绝对无开悟。吼、哦，伊若点点啊做的人拢开悟，你看早时扫涂骹。三点外四点就起落扫涂骹，点点啊扫，无人知道，迄拢开悟的。迄唔是为三两逼着，唔是，因为扫啊清气清气吼，互人足欢喜的，迄就是开悟的。吼、哦，咱做善人，伊嘛拢开悟。安尼啊，无开悟，迄稻啊一定播唔着伊，一定播唔着冬天提春天来播，啊热天来采采冬天播，啊所以咱一定拢开悟。所以咱做善人嘛开悟。哦，啊你啊工匠啊，你迄叫做女工。生产线作业员嘛拢开悟，伊若无开悟吼，螺丝钢到螺丝帽，螺丝钢到唔对位，螺丝帽到唔对位，迄拢无开，所以大家拢有开悟，开悟境界尔，哦，所以咱实实在去做，去做，尽本分去做，咱就是开悟，咱拢是佛，拢是佛，哎，啊，四善知识有大因缘，所以化道，吼、哦，令得见性啊，个所有。教导咱安那去做，啊去行，这善知识啊，拢有足大因缘。假使今我唔捌来请示师父，请示师父，伊讲啊，你在倒位做法无够，做法无够咧吼，迄拢有足大因缘，大因缘。那是早起有一个高雄起来信徒三四个吼，一个议员吼，啊一个议员要遐到帮忙做工课遐咧吼。啊！我问老师，你之前哇哈，这大头灰，你阿个生意烦恼会作些？伊讲嘿啊，吼、哦，这个上怕，当然那归堆，吼、哦，这上好，因的行情上好。我讲你得阿较注意，你安尼吼，你是烦恼的根，吼、哦，到尾咧，你哦大头灰，以前你讲哦，我足欢喜的，我有人缘，哈，迄是烦恼伤些，后摆烦恼一直足大滴呢，家来一定未安，未安呢，要修行作病呢，吼、哦，达刚刚业，哦，咱就讲啊，提醒伊以后。情爱专一，情爱专一，对家己的家庭，对家己太太情专一，不要随便外销，吼、哦，不要随便来看，哎，安尼无啥啥，安尼都唔对呀，吼、哦，安尼来咧，你讲这化道伊有大一年，化道令到真性，吼、哦，将这个缺点甲讲以后咧，啊、哦，伊就见去看到家己，了解家己，我只讲咱学算命，还是学易经。学什么法？保护自己，不伤害别人，保护家己，卖犯错，卖过去伤害他人。因为咱犯错，伤害到他人，安尼都唔对呀。好、哦，所以起来三四个，一个咧，啊，我就讲，去年咯，你八十四年一破产，当时人哩讲，哇，阿爸要美女代表好苦咧，吼、哦，中央美女代表好苦，人哩无声，嘿，结果是，破到足歹看。吼、哦，足歹看，吼、哦，安尼是啊，是毋是？听到甲伊也才相信啊。我安嘛也未慢啦，吼、哦，往往啊足侪人甲讲吼，后影，哎呦，我真听到甲落去搏个摔落啊，哈哈，收着啊。
才想到才相信，相信的这中间经过这多业啊，爱行无行未了，好、哦，看卖来行哦，好、哦，所以咱就化道令得见见性，好、哦、教化开导，化道教导开化，好、哦，好一所有缘的人看到家己本来咱人都有一个慈悲心，咱人的心拢是善的。咱人拢是善，拢是有智慧的。哦，咱啊了解讲家己，我是善心的、慈悲的人。哦，啊，我是有智慧的人。一时啊，咱糊涂事就减做寡，咱就未做糊涂事啊。好、哦，一切善，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，所以一切的正法啦、啊、善的法啦、啊，必须爱有这个善知识，有修行，有开悟，善知识，哦，真真正正。做诶，比讲诶较侪只诶人啊，哦，善知识会当发起起来，才会发达起来，哦，所以正法啊，好诶法嘛爱人来甲发扬起来，爱人大家共同来发扬才好，社会才会祥和。比如现在咱台湾，即占着台湾经济有，但是诶道德心欠足少，交伊一切一寸真少，道德诶标准啊，道德啦较无好。啊、哦，道德较无好咧，结果我骗你，你骗我，我怪你，你怪我，三怪四怪，怪到咧像卡车停，哈、哦，到尾社会变形，我怪你，怪你，怪怪到尾都变形呀，社会变形，哦，咱若教书咧，对咱每个人开始，社会你安尼乱不管，我对自己的良心负责，对我自己良心负责，我来重新来行，即使我行未通，我嘛要做得着，你做，阿边啊，安那领导的代志。我对我的良心负责，良心就是见性，见性，哈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共同扶持的，诶，正法佛法的正法啊，咱会当来发起起来。所以三世诸佛十二部经，在人生中本自具有啊。然后三世诸佛，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诸佛啊，所谓佛啊，十二部经、三藏十二部经，哈、哦，在咱人生中本来就有诶啊。所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甲三藏十二部经遐济，像咱佛经这遮济啊，我遐要一间床，要一间迄大藏经啊，七千几本，迄本来咱的心就有啊咧，本来人性本来慈悲心内底就有啊，啊，为什么咱唔知咯？哦，七千外本，一天我读两本，啊，都爱读十年，多十年。都读十年，哈、哦，所以七千我不要读十年，都好啊！但我想我哪有用啊？十年我明明专家呀，我哪会那么好？十年我单调的，十三七千我不我卖读，我嘞，我家里都有啊，有这个经啊，两行，要安怎找家的经？安怎找？第一阿弥陀佛，加一个老菩萨阿婆啊，吼、哦，咱唔好惊哦，经济我看无。咱一心念南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三藏十二部经，你都拢伫南无阿弥陀佛。哟，这六句内底，啊，这六句了，三藏十二部经啊，拢是南无阿弥陀佛。哟，这六字内底，各位爱记哩。所以各位时时念佛，时时念佛，三藏十二部经一定拢捌，啊，都是内底啊。不用有啊，哈，啊，那免用，不要用啊嘞。但干干那一面，照你这面头上，好你去喜欢咯，哈、哦！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啊，拢在咱的心内底，啊，搁在咱慈悲心内底，咱的慈悲心内底，啊，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啊，三世诸佛啊，拢是在讲咱的慈悲心，那慈悲心不能自我需求，善知识支持空间啊。咱若假使未当悟到讲三藏十二部经是对，咱爱找善知识啊，哈、哦，甲咱指点路线。那么今日呢？啊，咱都贵国神书，啊，甲慧能大师，甲咱支持啊，啊，伫慈悲心内底，咱发咱的慈悲心内底，哈、啊。那么在南无阿弥陀佛，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安尼来咧，咱就知哦，本来就有啊嘛，哦，要得吹咧，向内底去吹，向内底吹。啊，若自我者，不假外求，咱若我者，咱未向外好求嘿。哎呦，师父啊，你一个发花啦嘿，你一个个吼，佮我创啥啦吼？你安尼个啊，花会当开悟啦吼？嘿，无可能哈！你那师父啊，你就拄着师父啊，你啊念阿弥陀佛啦，你就开悟啊。
安尼就对啊，卖向外求，拜托啦，你今念偌济佛龙花遐咯，所以我甲只空多点，我来讲讲，你唔好要念佛号啊，免号啊，我收袂着，我收袂着，因为我的门外口关起來，我伫内底念，这座生产路线啊，内底这座外门煞锁起來，锁匙弹掉去，我锁匙弹掉，你甲真钱袂入去，免替我念佛号啊，免替念佛号啊。哦，那有一天我咧要敲的时啊，咁哎，那许啊，你小王惊，拜托，无你念一声，声音滑对，哈，阿弥陀佛的声音滑对，安尼迄度就无要紧啦。那即卖免讲哦，老师啊，师傅，我拢念阿弥陀佛托你啊，奇怪我都无收到，你挂还是寄还是啊，给啊电话还是挂号的，我拢无收到，哈哈，你念家己收就好啊，家己的嘿，免讲安尼，所以自己来收，免外求，日一向哈。即位是他先知识望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咱唔通讲哦，我望别人啊，一寡师父啊、大法师，即种名大牌，吼、哦，才来教我解脱啊！即先知识啊，有几位师父啊，来甲解脱，吼、哦，我才会当成佛。哎呦，无可能啊！后一发。我哦啊！我即摆来修哦，阮祖先啊会成佛，吼、哦！我先生来靠我，我就来甲讲哦，念偌济号，伊就会得佛。啊，招命咧，过去生有耳有目睭，有鼻有嘴，啊，都唔修行啊，哪有可能等了死了后灵魂蒙蒙渺渺，伊毋知伫倒位，你嘛毋知。你安尼做，你真正按祖先咱就成佛啦。人若无成佛，祖先未成佛，真诶。啊，除非祖先伊过去生伊有修，人成佛大煞成佛了，嘛免你。人一成佛去啊，嘛免你就对啦，免咱。哦，啊，咱呐无功夫无够啊，哪有可能一成佛？无可能，哦，无可能，哦，所以啊，自己家己修，自己念佛，自己家己修。啊，咱呐希望一心一意啊，拢希望讲外人啊，什么师父啊，来甲咱，哦，甲咱开啊加持，会当成佛啦，迄拢无有输出啦，无一点啊，无一点好处，嘛唔对就对啊。所以各位，咱自己修，自己修心养性。对慈悲心去发，善事去做，相信各位拢会成佛。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